我已经直播了。噔噔，你今晚连上传了？我已经开了。啊，你讲要画迄物件动物，因为那没办法，因为阿芬讲要我在播了。哦，好。但我在直播啊，播完再说吧。网络又差，不知道差什么差。开机但是因为头家现在在播啊，播，因为头家是这样高放，哎，你去远一点地方讲吧。小伙伴们，这个角度应该要准确。很吵，打穿了什么意思？好卡还是卡？还有这个头顶那个弱一点，好，太弱了，亮一点，亮一点。哎，我这直播间有卡吗？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好。
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主题是回合。你知道回合这个东西吗？就是其实开箱很麻烦，就是你开一开呢，就要有去有回。你懂吗？回合，有去有回，就是因为公仔其实除了可以摆设之外呢，也可以收藏。好，我们今天回合第一个宝宝是龙王号。来吧，我们有请龙王号，王号，王号。来吧，我们有请龙王号。你要小心，你要不要把下面那东西清开，你再过去，不然你这样很危险，你看不到东西。好的，今天，好的，今天，龙王号在此，要把它回合。因为我要把它运送到适合的地方。那个盒子，我们请那个小助手拿一下盒子。江江，回合时间。你看，帮他摆了这么帅气的 pose， 然后他。那个小助手，他后面有一个那个他的气功球，你找一下。然后其他你看有谁发的，如果有人发的跟我讲一下。小巨神，好，我就忘记我当时怎么当初是怎么拿出来。现在有人说我猜是用什么？有人说这个毛巾放在这个肩膀上是干嘛？不瞒您说，这是凹造型用。知道最近那个追光吧哥哥二吗？叫做追光吧，没错，就追光吧。为什么不叫追光吧哥哥二呢？为什么叫追光吧？怎么样？为什么要叫追光吧呢？这就是由大家去问他们为什么叫追光吧，追光吧。为什么不叫追光吧哥哥？还是其实追光吧跟追光吧哥哥不是续集？
但不管怎么样，待会呢，我会发一个我的观想心得，那你们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。我看到我崇拜的哥哥，就是的反应跟表情，当然也不止我啦，就是我们很多追光哥哥会去看追光爸的哥哥的演出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反应，所以到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反应，记得要去看哦。没有什么打工人上线，打工人、打工魂、打工都是人上人，嘿吼。OK， 好了，把它装回去。就我要低一点才看得到它，我在装什么？龙王号，对焦，对焦，对焦。他的枕头哎、欸，看一下是他的枕头，好像是他的枕头哎、欸，看他还有那个头等舱里面有枕头，所以大家要去支持《追光吧》里面的哥哥们哦，但或许有弟弟。毕竟东哥也是前辈，哎呦！现在有人说快连线陈亦儒，难道陈亦儒也在微博直播吗？今儿个不带货。今儿个不叫大家买东西，好不好？今儿个就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，我的生活就是公仔与我。公仔与我，但是打广告，我是帮别人打广告，我不是帮自己打广告，我人很好的。你以为我有收广告费哦？打广告是广告，对啊，这叫做意气相挺，不是打广告，好不好？不要乱用词汇，这叫意气相挺。东西，通哥为什么都不怎么拍电视剧？为什么不怎么拍？这问题问得好啊！为什么不拍电视剧？你应该问，
可能东哥在等待那一部有缘的有缘的戏吧。我在等待有缘的戏的到来。听说小东哥已经发了他的观后感，大家赶快去看。哎，还有谁发了？阿姐，我这边阿姐，这个灯帮我移过去一点，有点穿帮，一点点就。然后我们的火石啊。然后我们的伙食到了。讲啊，几钟钟？啊，这么久？我刚讲过啦。结果，结果就丢嘞。哦，这样比较好，不会那么刺眼。东哥很挺追光节目，但当然必须挺的，毕竟想当年我也是参加追光吧哥哥，虽然他现在变成追光者。但我们都是在追光，为什么叫追光？追着晨光啊！每次都到了天亮才收工。好，回合完成，龙王号回合。那我们下一个回合的是，啊，阿锦，哎，小助手，下一个回合是，我们就强袭自由吧。哦，你要回合这个也行啊。海盗高达 Metal Bell， 那你小心，那零件比较多，要很小心哦。还有它掉的零件，你到底买多少？我告诉你，哇塞，那个有点刺激。有这球嘛是伊的嘛？嘿对。来哦，海盗高达。其他有很多形态，这个形态挺好的，还有附一个配件来的，但是配件很大的，就是它在。可能是某一场战役里面。你说现在瓦力？啊？现在瓦力，然后志鹏哥是移植不了，才来瓦力。哦，好哟。哦哇。对啊。所以我是排第几个？第二。第二？嗯。今天是三个人而已。啊？这么少？因为是一波到一届，三个兄，一礼拜三个兄安尼。我无当无讲，紧。嗯，好。你把它锁紧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啊。听不懂。既然听不懂，我就不翻译了啊。好吧。你讲你即马买画布？我把这个收完就发了，毕竟我现在直播，志鹏哥在直播，我也在直播。好，把零件都拆下来了，我也会在八点前发的，放心哈。我七点，哦，现在已经45，现在已经7:45，是什么？追光太会嗨羊毛？什么叫嗨羊毛？想看大黄蜂，哪来大黄蜂啊？
28多，25多，什么东西？25多什么？快进组，薅羊毛什么东西？你看看我。拼装的模型不就回不了河？拼装的通常不用回合吧，因为也没有他栖身之所。什么东西掉了？拼装的东西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掉了？你那个卖店，伊是伫卖银的。哦，这就尴尬了，那也没办法，这是网友们打在公屏上。不管怎么样，都是有讨论度就是好事嘛，对吧？毕竟想当年在追光吧哥哥，大家。也说我油腻，我真的油腻吗？你们好好的在公屏上替我主持的公道，我除了中二以外，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但你们要这么说，毕竟也是言论自由，我也阻止不了你们。你们爱说就说吧。我收我的高达，你说你的言论。好了，有请小盒子。说明书。觉得零件有点多，看到我有点傻眼。它上面还有一个尖尖，你找一下有没有在那边。这把刀前面有个尖尖。没有是吧？那是。那我先把这个长相螃蟹的敌人把它收起来。什么？这是在线有高达专家吗？可以帮我回答一下，这只像蟹壳的是哪一个反派？最近小助手在研究高达，我来问问他，你知道这个蟹壳是谁吗？不知道。好吧。这叫我不知道。喂，确实蛮难回答。很棒，今天的我觉得好，谢谢。吃来的。金东一号。不是吃的。对。吃的走，有点饿。改不起来。改不起来。盖不起来，怎么这样？好，谢谢。走啊！
回合的时候很惊吓的时候，就是你可能有一些角度没放好，他就盖不起。哎，盖起来了，太好了，但是还少一个空格。这个洞是放啥的呀？完蛋了，找不到哎！大姐那边，小助手那边应该还有一个勾勾的，长得像菱形的勾勾，你找一下。乱套。东哥的手办包的超严实，哎，对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前阵子台湾地震了，我放高达那个区域，高达全部坠落一地。画面惨不忍睹。哎，好了，哦，完美，顺利回合。过几天东哥要去长春呢，有没有长在线？有没有长春的小伙伴？有没有长春的小伙伴？过几天长春见哦！如果你们有空的话，可以来长春看一下东哥，来活动现场跟东哥直接互动一下。哎呀，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知道为什么我还蛮爱听爵士乐的吗？不知道为什么听爵士可以让挺放松，然后帮助思考。如果你们思绪很乱的话，可以尝试一下。好了，好了。等一下哦，谁又回来了？回来了。所以我离开真的会被发现我去做别的事。刚才提出去了用，
水都不见了。哎、欸，我的水嘞！看到你倒雨，你别哭啊！我看到你倒雨，你别哭啊！我，那你看一下我们发成功。When I see your face， 我看到你，我可能在跑吧。昨天你们有看到东哥展现慈祥父爱的那一面吗？大秀缝枕头，有没有发成功了？哇！你看一下文案对不对？有吗？你没有看到我大秀红枕头？完事儿了吗？有完事。完事儿了吗？完事儿了，兄弟姐妹们，完事儿了吗？好了，我专心回合了，好不好？嗯。哎呦，我这不让啃。没到坑下面。直接直播。青菜不擦。哎，不切。什么事？又遇到这种事？这啥？不会他枕头吧？吓到，刚刚没放好，差点把它整个支起来。东哥咋记不住这个盒子的放？因为当时开的时候太开心，就是唰唰唰，全部把它拿出来，根本没有在记它到底怎么放。你懂的。旁边有那么多小孩。
When I see your face。不要乱认人啊，什么东西啊？火锅？做菜不错，是在讲什么？东哥的缝的什么？东哥的缝的什么？东哥的缝的什么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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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哎，这个东西是这儿的啊。好的，你要收好。哎，亚马逊，要收好一个了。哟，很快，第二个高达宝宝就可以顺利的回合了。哎，这是啥来的嘞？哎，竟然有几个空格，看不到东西。那我去把他们手。哎，小助手，你再看一下他那边有没有一些透明的部件，粉红色。少两个哦， oh， 去找一下东西哦。哦，被大家发现了，我穿短裤。为什么又卡住了？
过咧，走啊，走走，走到算了，过来，太奇怪了。深圳见哦。你就说、啊、微博点进去就可以了、啊。跟我妈讲啊，也有截图给她看啊，然后三七都没料。嗯。先这样了，这个可以回合，漂亮。还拿一个小胶带给我。透明的，剪一小段给我就好。哦哦哦，脖子脖子。脖子很长了吧？胸肌不见了，胸肌在睡觉。胸肌在不在？不重要，重要是我这一颗真挚的心。真诚的心。哎、欸，刚刚的龙王号，你有把它封口捏一下，就大概捏一下，不用不用，就捏一下这样。就它有胶带的地方，就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但不用捏太大。
哦，吃的来了，开心，开心哦，可以在线吃播了，啊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回合。今天头枕头用什么？你看一下它上面是。妈妈没有找到直播间，虽然上次已经教过她，所以只有把它下载，下载那个粉丝朋友录屏，因为台湾的那个网络。有时候会有点卡顿。哎，小助手好像可以分享连接，复制给我妈看看，看能不能点。欸，所以是要先吵来的吗？不会。什么？好吧，那你就把那强西高达拿过来吧，小心哦，他后面有一个背包是分开的。没办法点开直接看。是哦。他说有流程，可是我刚刚都贴了。你不笑。Oh yeah, that's cool.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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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360，那什么？他身体吗？身体吧。360度展示一下，来，兄弟姐妹们，帮我截个屏录，不是截个屏，录个屏，录个屏，对个焦，对个焦啊！难得今天有 set 到头发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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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现在把背包给取下来，有难度，因为上次不知道怎么斗进去。今天这么容易它就掉了。我之前弄半天怎样？怎样？好，背包取下。
这嘛来啊！嗯。哎。在线回合啊，好累啊！什么？腿给你卸下来？肚肚？真假的？看到肚肚了吗？真假的？有小肚腩。其实人一直都有肚子，你知道吗？腹肌也是在肚子的外面，就你收肚子的时候才会有腹肌。不信你摸摸看，来摸，你看肚子、腹肌、肚子、腹肌、肚子、腹肌，就这么一回事啊，就这么一回事。来了，你把它收起来。下来了。为何真是很烦人的事？发生什么事？可可。
的缩写。What the fuck？ 发生什么事？科科的缩写啊，你懂的。对，我刚刚就是你知道讲的比较缩写一点。你懂，你懂的啊。为什么要拆了装？因为我要把他们运送到，就是集中摆放的地方，所以要把他们回合，就是东哥有回合的习惯，因为其实他们都对我来说是收藏，就是要收着藏好，然后传给下一代。小助手，你帮我用简单胶带先把它左右粘起来，然后再把它粘起来。啊，怎么搞？小心啊！传给下一代，你懂吗？下一代，哦，快把我小肚肚挡好，歇会儿。手办会升值，通常是买了放在那边，打算卖的人才会升值。通常拆掉就不太会升值。难道我说汪大东玩过的会升值吗？好了，我们先来吃一碗烧仙草。不然等一下不烧了。欸，他是不是有一个？他是不是有牛皮纸盒？有吗？你找一下。毛毛吗？毛好吧。那有请烧仙草。什么叫不烧了？就是它会冷掉，它会结冻，因为烧仙草是它热的时候是液态啊。你们有吃过冰的仙草吗？就是比较固态的。懂我意思，不要解释太多，就是那个意思啊、哦。你们去想象一下仙草。它凉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果冻形态，然后它烧了以后就是液态，懂我意思吗？小助手，你自己有没有吃？我，你把它吃一吃吧。你是叫烧来不烧的？冷的。哦哟，冷的，你看已经不烧了，你看它已经变。
它已经变成固态，你看。我现在把它加温一下，放在电暖炉上，不会滑倒吧？来，咱们聊个五毛钱吧。老板就干饭。等一下再说。哦，你好像蛮好吃的。你要吃一下。给大家看一下。小心我很慢的。哇，你们看小助手，他吃了这个。Logo 哦，有地瓜、芋圆、粉圆，哎、欸，好好吃哎！拖他一点来吃，讲出来。哇，哦，小助手很会吃啊，嗯，料都选那么好哎，哎、欸，来。哇，不错不错，我的还是一样是果冻形态。我再把它们热一热。你知道，别人的盒饭总是比较香。嘿嘿。为什么伊拢看会足卡的？我看都没啊，我知道，可能你我隔壁了。今天怎么没喝奶茶？我下午才喝了一杯奶茶，所以晚上不能再喝。你会说上海话吗？下下弄，搞定也下几句吧，厉害吧？有空发一下日常饮食，我借鉴减肥，那你就想太多了。我日常饮食可能你吃的会增肥。有人说东哥，我都有男朋友，你还没有女朋友吗？我努力 ，OK。所以为什么没有发胖？因为我运动嘛，运动就是为了吃啊，你懂吗？为什么会有小肚子？因为我现在腹部没有用力啊。运动跟健身是两码子事，你自己去动一动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还是没有肌肉。为什么多人都要穿短裤？其实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可能也只想穿背心。露个五毛钱肚子。你健身分很多种啊，不，运动分很多种，有氧啊，无氧啊。
重量啊，器械啊。我要接个麦克风，让你们听到我吃东西的声音。出动响尾蛇号，哦耶！要注射测试一下，有没有听到声音？有声音吗？看一下，有声音吗？小伙伴们，有吗？来了，我们现在清楚的听到吃东西的声音，咳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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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咳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比刚刚？吃东西的声音清楚。有吗？好。一样，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？喂。Hello。还是这个耳机没插好。助手放一下声音来听。喂 ，Hello， 喂 ，Hello， 有听到声音吗？That's one, two, one, two。差不多呢。啊，然后这个耳机没有奏效，奇怪。欸、你的声音很大声。最近直播声音就很大、啊。奇怪，都没插好，是吧？啊！反，他应该有点故障，我觉得。好吧，你再把声音关了吧。他应该是那个耳机有点问题。哦，真好吃。昨天枕头好用吗？好用啊，不然我干嘛缝它？用了多久？几年了吧？好吃耶！
昨天视频干嘛删？因为我一个高中同学，之后看了我的视频，他很不舒服。我想一想，他不舒服，可能应该蛮多人看也不舒服，所以我就把他删了。你说你觉得蛮帅的，我也觉得蛮帅的、啊。还好啦，我也觉得那个风格好像不太适合我，但是公司同事觉得好像蛮适合。北海道适合我，北海道好像也还好，可能我不适合跳那么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可能我不适合跳舞吧。决定我要再把它热一些，因为它都变果冻。好吧，那我就再拍一个光剑变身吧。I love it, baby.好，我们继续把强袭高达回合。不得不说，万代真会做生意啊！想当年。这个强势还很便宜的时候，我没买，因为我想说，我已经有一个组装款，我为什么还要买比较贵的 Metal Bill 合金款？而且组装我是充满了感情在组装，结果没想到拆机车的事，他既然出了很多。可以搭配的背包，就像我刚刚那个金鱼背包，然后它还有很多很多背包，让热爱高达的人们不得不去投以想要拥有的眼光。于是乎，他没想，我本来想说忍一忍就算，忍一时风平浪静。没想到，在他越出越多背包的同时，已经划破了宁静。不好意思，用到了宁静姐这两个字，所以我就还是没买。但最后我会买的。关键是，他刚好出了一个展场限定版，就是跟他原来素的素体有 share word 的区别，我才
才花一重金去买它，你知道吗？但真的蛮贵，就是你可以不要买那么贵嘛，可以让大家都玩得起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吧，不说这些了。反正买都买，就玩吧。枕头的事，你知道枕头这东西挺神奇的，我相信你们应该就是也会像东哥一样，睡觉的时候的枕头都会有特殊的情感，即便它上面都是你的味道，你的汗味，你的一些味。但就是舍不得把它丢掉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？你们会吗？会的，请在公屏上打一。会吗？哦，原来这是一种恋旧的行为。没错，我是一个很恋旧的人。这样你们看不到我在收什么，再降低一点。噔噔。完成一项收拾仪式，放屁！嗯，小蜜蜂把它这个边上粘粘
都把它沾牢好了，不然它比较重会爆开。来哦，小心哦，小姐，我们来看看烧仙草烧了没。烧了没？让我来看一下。哦，烧了烧了。这样应该不好吃，为什么不好吃？虽然玩了那么多，哦，我是运动鞋，虽然玩了那么多万代的公仔，我们也是要支持国货，支持国潮，好不好？最近东哥发现了一个系列。就是国潮手办，真的蛮潮的。然后它都是以那个，比如说什么龙啊、虎啊、青龙、红虎，就是做名称系列。对，什么就是战国武将啊，什么吕布啊什么的。好。东哥年纪大，别扭脖子，哎、欸，没礼貌。年纪大、年纪轻都不太需要那个，都不太要那个，不太好扭脖子。青龙、红虎了，青龙、白虎，红虎，因为它是红色的，所以叫红虎。好了，那我们来有请一下。吕布还没收到，那我们来有请一下，先有请红虎好了。有请红虎，发型是自己做的吗？你猜？哦耶，红虎啊！我只能说隔壁的孩子都馋哭了。红虎小心哦，旁边有一些那个，隔壁的孩子都馋哭了。其实真的蛮物超所值的，你能这么大一天，哇，这么大一坨，而且性价比蛮高的，蛮便宜，就是不太跟万代比起来便宜挺多的，而且又超大一只。来，我们来秀一些，而且它可动性也蛮好，哇，重。感觉这家玩具应该要谢谢我。好，大家都是有童年的人士，我就不吝啬帮你多做一些展示。但今天还是不打广告，好不好？打广告就打特步非一般的感觉。还有 TST 苹果肌面膜，你们用了吗？里面有烟酰胺苹果肌提取物，就是用了，你知道，皮肤会很补水，那它是干皮的救星，用了吗？你们用了苹果肌面膜了吗？就像这个天气，就是你知道，常常吹空调啊，然后或者是。在北方可能现在天冷了，然后就是暖气太足的情况下，脸会很干。干皮救星苹果肌面膜，
喜欢我的时候27岁，现在我都什么东西啊？喜欢我的时候我是27岁，现在他都27岁，可是我还年轻，你没老。谢喽，孩子们，因为我都用苹果肌面膜啊。不要做广告，我就是要做广告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回合时间。地台这么大一坑，有够重，够重。如果你们可以发明不要那么重，可动性又好，质感又棒，那就很成功了。但重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所有的公仔。免收入去啊！你要寄东西呢？隔壁的小孩都馋哭了。红虎可动性非常好，就可以凹很多造型，所以挺物超所值。如果学校的那个小那个孩子们成绩好，爸爸想给小孩一个奖励，挺建议可以买这个的，又大又好玩。隔壁但不是修啊，这真的是隔壁的小孩都惨哭了。修最近很认真在健身呢，昨天跟他一起运动，他今天又自己去运动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他很认真在直播。修在跳舞。我快点！最近不是有跳吗？你们又不去给我点赞，那我就跳 game 呗。你们又不点赞，都点了，你要多叫一点朋友点啊，不然才一两万赞，能看吗？比网红还要不如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也不能这样讲，因为毕竟那些网红他们其实舞也跳得非常好，应该不能叫网红，叫达人。那些达人们，网红。那些达人们舞跳得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又
实他们也很认真在经营自己的，不管是那个号，那个俗是吧？好，大家都是很认真的打工人，我们都要多多支持。哎咻！哎，这收的怎么那么快？咦？咦？嗯？哦，这个没有收到。开心的回合，有一个人竟然能杀进去，好的，不只能一点一次涨吗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我还有腹肌吗？要你管！保修卡。小助手，你把它简单粘一下，然后放到袋袋里。还好你们很 man， 还好我们很 man 是啥意思？怎么？谁不 man 啊？吃个豆花吧。哎，对对对，待会儿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吃个东西要吃这么久吗？因为这样才不会胖。
你有听过少量多餐那个东西？就吃东西就是要那样。我是说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其实可以慢慢吃，少量多餐有听过吧？但赶时间就没办法。请完了，我们要有请青龙。我那盒子也是 很巨大的。青龙看到没有？青龙。你也太多了吧？国草，没错，国草。有请青龙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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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青龙真的蛮帅的，不得不说，这国潮还是蛮潮的哦，挺帅的哦，帅帅帅，帅气，就你看，是蛮帅的哦。所以我们细部不说了啊，这个造型是挺可以的，挺杠的啊，杠杠的哦，然后手感也很好，就蛮沉的，真的。好啦，回合时间，好想亲我一口，对，是吧？开潮玩店，这主意是不错的。那你知道，其实玩乐跟经营又是两回事。就你在玩它的时候，其实是一种休闲；你把它变成工作的时候，其实是又是一种压力。所以我暂时还是把玩公仔当成休闲娱乐。不会弄混盒子吗？这盒子都长不一样，很难弄混。这孩子的问题，挺可爱的。你看他们哦，造型的空间也很大，现在已经变回来了。分点时间谈恋爱吧。哎，这个对象啊，真是蛮难找的，你不能随便找。好吧。盒子拿出来吗？我太挑，我总要挑一个合适的吧。至少挑一个兴趣有点相同的，就例如说也喜欢玩手办啊。我总不能为了有而不挑吧，不挑也不行吧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今天不聊这个话题，咱们就好好回。其实这个国潮，
我觉得有点做太大了。虽然摆起来是蛮舒适度是蛮高的，可是你摆没几只，家里应该就放不下，除非家里很大。因为我发现好几个国潮都做，就是都是这种大尺寸。什么鬼？找一个喜欢缝枕头的，缝枕头自己缝掉。猜他回，女孩子不喜欢玩这个，所以东哥一直没对象。所以我要努力找到一个喜欢的、喜欢玩这个的。小助手，帮我拿一下。等一下，因为我还不确定顺序。拆下来吗？好像是。哎呦！
哎、欸，对齁，我讲一下感恩节。昨天是感恩节齁，对哦，感恩每一个遇见的你。那感恩我们现在很幸运，就是有手机可以看我直播。因为其实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没有网络，然后甚至用不上可以有网络的手机，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能够上网看直播，其实是很幸运的。那我们要感恩这件事情，然后珍惜眼前所拥有的，然后珍惜现在。那身体健康，开心。那怎么开心？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够吃饱喝足，其实就真的是挺幸运、挺开心。对啊，那我们感恩在线上遇到的每一个你，然后感恩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这样子，感恩。对，那同时也祝福，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上可以有更多的平安呢、啊。更多的开心的事在发生，这样。小助手，上面还有一颗头，青龙的头，帮我拿一下。欸、你们很好笑，一直说我在打广告，打广告是要付钱的好吗？今天直播我没有收一毛钱，不要一直在说我在打广告，我在分享 ，OK。
在它上面。是。门站好，我要简单粘一下，继续吃我的烧仙草。好饿，好小肚子，什么鬼？好，今天回完河，也算是这个要吗？哪一个？那个？嗯，先不用。啊，我来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辣。请一下我那个黯然销魂饭。黯然销魂饭要大，一直面讲我肚子，信不信我把它全部吃完给你们看？啊？什么《鬼灭之刃二》？真假的？但应该也是在那个平台才看得到吧。好啊，吃啥？饭很多，菜很少。好，我要吃饭喽。那今天回合回得很愉快，下一次再回别的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怎么感觉每次外卖都黯然销魂？因为其实我吃东西很简单，很好喂食，就那几样这样。Okay, peace and love。晚安，拜。我应该这样才对。